悠悠姐，又是些怎么样？你不用担心他，公司为了保护他的安全，暂时将他禁足了。那他人还好吗？他没事儿。陈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天我离开以后，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吵架了。我就知道是这样。悠悠姐，你可一定要帮帮他呀！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我肯定会帮他。 关键是现在我也被公司停职了，很多资源我用不上，很多人脉我也动不了，所以陈明，今天我约你出来，就想请你们帮我个忙。我们？现在我已经回来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吗？ 幼稚期，说走的是你，说回来的也是你。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习惯没有你的生活。是，你回来了，但不代表我会一直在原地等你。可是程明，我再也不是原来的幼稚期了。我知道，但我也不是之前的程明了。今天我约你出来，就想请你们帮我个忙。 好，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准备了一份资料，还有一个完备的计划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几个能帮我去完成。好，计划第一步就是搞定幼稚期的粉丝团，他的粉头是一个叫卷卷毛的女孩，她呢负责后援会的号召工作，现在连她都在怀疑幼稚期，所以我需要你取得她的。